在那个电影里面哈、哦，知道有那种哈比人，哈比人，对不对？哈比人怕的是界灵，对不对？哦，那么以前的小琴老师怕的是灵界，对，啊，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会很纳闷，哦，对不对？那就是电影嘛，对不对？啊，那你有人看过嘛，对不对？哦，那个界灵这样飞飞，哦，飞来的时候，远远还没看到的时候，那个哈比人不就开始哦头昏脑胀了，对不对？哦，然后没有经历过的，真的很难理解了。哦，那当然，以这边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呢、啊，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同参学院嘛，然后来来去去来找我，那时候我在年年屋，对不对？然后来找。那有不同族群嘛，哦，彼此不认识的，然后就有一个女士，哦，那时候也不能叫女士啦，小姐啦，哦，哎，敢讲太老，哦，带你出去，哦，敢叫破看破的，啊，那个小姐，哦，就灵障体质嘛，然后就来就开始这边哦灵动啦，头昏脑胀啦，哦，然后比手画脚啦，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哦，男士，哦，那时候叫做那个年轻人，对。哦，年轻人，哦，那时候就很看不惯啊，就说，哎、欸，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在干什么、啊？怎么这样？好奇怪哦！哦，你就像你家突然有一个人哈、哦、发起来哈、哦，他们讲的术语叫发起来，这样当然很奇怪啊，对不对？哦，然后他就说他很不能叫，那当然那一天这个女士先走掉了，哦，然后这个先生哦就开始在那边，这一直在讲怎么这样子啊？怎么有人会这样子啊？哦，真是看不惯啊，什么一大堆。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去了解理路，我们不能永远用这种对立的态度，对不对？哦，那他那到底是什么理路呢？我说，他们叫做易感体质，哦，对不对？那易感体质严重一点叫做灵障体质，对不对？哦，还有人叫灵异体质都好，哦，啊，如果在公庙体系有一个名词叫灵宫体，哦，都好，这个名词太多了，哦，那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好了。那这些人也不是自己要这样子。对不对？他有生生世世的这一个你们讲的宿命啊，好、哦、宿命。那当然，我们一个学习的人不能是宿命观啊、哦，不能是宿命观哦。我们一定是要有一种修命造命观。那当然，你有修命造命观的状态里面，你也不能去否定宿命哦，宿命这一件事情。宿命的意思就是结果啦，哦，结果。那修命造命是改变现在的结果。与我想要的那一种结果叫做修命造命嘛，所以其实这两个是融汇在一起，是同一件事情嘛。好，那换言之，宿命观就是什么？就是你了解，啊，了解，了解什么？了解我的状态，那叫做宿命。啊，那修命造命是奠基在这个了解的基础下，我可以怎么做调整？语言，你未来的结果就不是现在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修命之用证明，你们叫改变命运嘛，对不对？哦，那拉回来，我刚讲的那个女士哦，就是他们过去生生世世有某一种因缘，所以现在产生这个结果，所以你不能说它对与不对的问题，它就是存在，那存在就是合理嘛，哦，合理是意思是什么？哦，合理不一定是你认为的正确，可是合理必然有它背后的理路。哦，那我们世存的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没有离开因果报，也就是说，这是古时候的用词叫做因果理路，现在人的用词就是自然法则。哦，自然法则。哦，你喝水就止渴，你吃饭肚子就饱，对不对？哦，然后你运动就流汗，哦，什么这个就是一种自然法则。哦，那不是谁定的。那当时我就跟这个先生讲说，哎呀，他们现在会这样，如果好好学习以后不见得会这样，搞不好改善就不会这样。哦，那么你呢，现在都不会，对不对？也从来没遇过，对不对？他说对啊。哦，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子仇视人家，以后搞不好就是你了，这样。哦，然后他当然心事淡淡，然后看在是哦，声称师父在讲话也不好意思抗议啊，哦，对不对？内心搞不好都很不舒服，对，哦，众生就是这样，忠言逆耳。结果呢，好像过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我接到他妹妹的电话说，说我哥哥疯了啊，哦，疯了，对不对？那时候我在台北做讲座，哦，然后说赶快下来屏东救他，然后疯掉了。
哦，然后我说怎么个方法呢？他就描述，哇，怎么办呢？我说，哎，看来我还有4天才回去啊。他说不行啊，哦，他封成这样了，怎么办？我说暂时死不了，没关系，哦，再等四，再等4天，这4天回去再帮他处理。你看，果真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所有的命运都是来自自己。哦，我相信在这个时代，资讯通畅的时代，哦，要知道有一个观念的人实在是非常多，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哦，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心哦所产生的嘛，哦，在这个时代，尤其有量子力学的这个科学背书，哦，这个观念大家要去听闻它，知道它不难，可是哦，这个像牛毛一样哦，那么多牛毛，那牛毛还在不断长，对不对？不断长，牛毛会掉了又再长，就是无止境的意思，会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你又发现，要能够真正去落实这个道理与修正我们的心性的，是极少数，就像那个牛角一样，哦，牛角一样。那古时候的人讲什么？修道如牛毛哦，成道如牛角哦。好，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如果用牛毛牛角来比喻，就不是呢，是知道如牛毛哦，修道如牛角。那修道如果如牛毛，成道如牛角的比例，哦，以这一个逻辑来讲的话，那知道如牛毛，修道如牛角的状态，那成道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哦，就极少数了，两根牛角的比例，那成道的就0.0000几了，对不对？哦，所以。哦，我们要去改变命运，要抓重点。哦，你一定要知道生命的核心在哪里，然后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用这个时代来讲，就是你们声称的科学态度了。当然，我们现在哦认同科学的人也不竟然有科学的态度啊。哦，我们常常是迷信于科学嘛。那哦，迷信于科学的一大帮人哦，在以前就会讲哦，崇拜。这些生命成长的哦，叫做迷信于宗教嘛，对不对？哦，那以前的宗教观跟现在的宗教观也不一样了嘛，所以现在是名词腐烂的时代，哦，我们很难用一个名词直接去阐述，除非你是那个体系能够深入了解那个名词背后一个很庞大体系的义理的人，你有这一个共识的时候，才能浓缩成。2个字一个字哈，或一句术语这样子才能够去做沟通。换言之，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 名词的了解，名词的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多花一点时间，把你所学的那一个所谓的状态哦，或者是运行的这一个学门里面的方方面面的阐述哦，把它哦穷究其理，了解它。背后哦，那圆满义理或定义上的那个术语的话，你是无法再从中得到 所谓的圆满利益的。那当然，圆满利益是好听啦、啊，有时候我们得到佛面的利益都很难很难哦。那这是一个基础点。那这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现在的人类哦，以99%以上的几率在互动都是用言辞嘛。对不对？哦，你们现在叫做文字啦、语言啦，好、哦、这些，哦，那它就是我刚讲的那些名词术语，哦，那这一些如果不去搞清楚、弄明白，那你就会哦方向搞错，就好像说，小云老师他们刚刚讲的哈、哦，他们家族啊、哈、哦、公庙体系，我们现在民间信仰，哦，这是占多数的，对不对？哦，那我们从以前到大就常常听到一些名词，叫做什么启灵呐、啊，哈、哦。麒麟嘛，对不对啊？什么叫做带天命啊？哦，对不对？哦，麟子啊，对不对？好、哦、像他们家的神就麟御子嘛，哦，所以最高神子是玉皇大帝嘛，哦，等等，哦，那很多人就在这边产生疑惑，就哦，麒麟就是要去训鸡呀、啊，对不对？训鸡呀、啊，哦，那。你能说对或不对吗？也没办法，因为在那个领域就是这么沟通嘛。哦，那很多人哦，以前有很多同参问我们呐、啊，他说那人家启灵，我们怎么不启灵？对，我说我们也启灵了、啊，对不对？启灵了、啊，哦，那没有啊，没有看到我们拿香啊，对不对？那个深夜12点，哦，28分，哦，5秒，
哦，开始顶子钱啊，对不对？哦，通通没有这个啊。我说我们有启灵啊，都有启灵啊。他说那些启灵的意义是什么？我通常启灵哦，在于宫庙体系是一种跟外灵的交汇嘛，对不对？哦，开启跟外灵的畅通，哦，畅通于什么呢？于他能够使用我，呵呵，这是启灵，他是这样嘛。哦，结果论是这样。那他说，那我们的启灵是什么呢？我们的启灵是启发你的自信本来的灵性，也就是那个灵性就是你自己，哦，你自己。那什么样的你自己呢？就是智慧圆满显达的那个你自己。那我们现在是哪一个我自己？现在还是我自己，对不对？他没有两个。哦，现在是一个我智慧被蒙昧的那个我自己，对不对？哦，比如说怎么讲？从结果论上，我们现在多数的人，哦，或者是问卷一下在座的，你们一生没有烦恼的，请举手。啊，没半个，你看，哦，没半个呢，哦，你看，好，那个这个就是重点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智慧被蒙昧的那个自己，所以你们很熟于智慧被蒙昧的那个自己。好，你们很不太熟悉你智慧显达。那什么叫智慧显达？智慧是干嘛用的？智慧是能解决一切烦恼用的，对不对？哦，烦恼、忧虑、牵挂之所以存在，就是我人生有一人一事一物我没辙，对不对？我遇到没办法啊，不如我意，对不对？哦，所以智慧有的话，你就在你的人生运行，你就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造成你的困扰，因为你都懂得怎么面对它，哦，怎么懂得面对它与什么，与增长，哦，与一种圆满的对待，所以你那时候就不会有烦恼又牵挂，所以刚挑一个烦恼而已，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哦，那个智慧的自己多好，所以你就知道起灵多好了哈。对不对？哦，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现在讲起灵是这个意义咯，所以现在多数人在学习遇到的障碍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哦，他搞不清楚，然后他就在运作了。那这个以前我们的讲法叫做盲修瞎练，哦，盲修瞎练，那盲修瞎练也是了不可得啊，哦，所以学习觉悟之法，哦，古时候叫做佛法，哦，觉性之法都好，哦，于我们东方哦，以这个所谓道法也讲也行，对不对？哦，这个以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哦天性之法都可以哦。那所以为什么古之道人他都要求一个什么天人合一呀、啊？对不对？那我们又把天人合一搞错了，以为天就是外灵，好、哦，然后我要跟他合一，那不就是现在的乩童，对不对？哦，现在的儒家。好、哦、起乩，对不对？哦，这个又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你每个名词都要给它搞清楚。那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就是什么？天是一切的增长嘛。那合一就是与你的生命是如是嘛。哦，所以你就天人合一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真正正常的人，那个就叫天人合一嘛。所以很多人以前在问我们说，学佛到底要学什么？哦。因为看到现在啊，有佛教啦，有道教啦，啊，当然现在民间现在已经佛道融合啦，对不对？都好，我通称哦，学佛这样子。那到底要干嘛？很多人不知道啊。哦，有的人好像明白要成佛啊。哦，有的人他会说学佛就是要赚钱啊，对不对？学佛就是我的感情哈，哦，要顺畅啊。学佛就是我家业哈，哦，要和乐啊，对不对？很多。哦，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遇到80%的都是这样。哦，来找我们的都说：“师傅，我要学佛。”啊，学佛你要干嘛？哦，我跟你讲吼，哦，师傅你会当帮我无？吼，帮啥？哦，你教我学佛，吼，啊，互阮去到迄只老狗较听话。怎么？我啊，你老饲狗哦？哦哦，原来不是啊！哈、哦，老狗就是先生的意思啊！哦，今麦也当饲狗啊！哈、哦，哦，当然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台湾猕猴还是保育类的时候，对不对？哦，还做不一样没？等等啦、啊，就是说我们会接触佛法，哦，有心有时间，哦，都 OK。可是偏偏就是不知道接触佛法到底它的宗旨义理。最高价值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时候我们接触10万辈子的佛法都不会有效应的，你放心。哦，所以你们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
搞清楚、弄明白的去相信他、学习他，这时候就叫做正信。那你们听过迷信吗？相对迷是不是叫正了？对不对？哦，可是这时候还不能真正圆满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你要达到正信向上一着的真信，你才有办法得到佛法要带给你的真实利益。那什么叫真信呢？真信就是建构在正信的基础下，你都要去落实。哦，你没有做到的都不叫真，哦，那你知道对的可以叫做正，可是这是依我们世间法来讲，哦，依我们世间人来讲，哦，所以在这一种所谓的佛法的领域讲正就不是这样咯，他讲只要出现正呐、善呐、这个字眼出现，他讲的都是入法界归本心，哦，这个就很多人听不懂了，对不对？哦，什么叫法界？什么本性？哎，要解释起来也真的很不容易哦。那所以我们世间人是不是也有讲善，对不对？那我们的善是什么？我们的善是做善事嘛。哦，这个人脾气很好，这个人很有爱心，对不对？哦，都是这一类的。哦，这个人会去救济穷苦人家，对不对？会去扶植弱势。哦，我们是不是定位为善？然后在佛法不这么定位。哦，刚刚讲。入法界归本心，大家听不懂。现在用一个对法的概念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世间人讲的善，必然有一个恶相对啊，对不对？哦，佛法讲的善不是这样，佛法在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你入法界的这一些生命状态。哦，那什么叫入法界？就是你的生命已经不存在有对立这件事情了，所以你的生命并没有所谓的善恶的概念。哦。可是你偏偏所有的行迹、行仪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的生命的行为，通通符合善，哦，通通不符合恶，哦，这是世间人。可是你的心并没有这个善恶的概念、对立的概念，所以你就不会因善，哦，而相对一个恶，哦，因恶而造成自己的心更纠结。哦，你看善为什么相对一个恶？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择善固执"，对不对？好、哦，嫉恶如仇，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嫉恶如仇？因为你认为你是善，所以你就会嫉恶如仇。那在于入法界归本心，佛家在讲的善，这个善不会嫉恶如仇，他会去体恤为什么会这么恶，对不对？哦，啊，众生为什么会这么的恶执？哎，因为他曾经。造下了什么原因？所以他有什么特质？所以导致他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么恶质。所以哦，我可以体谅他，对不对？然后那你可以体谅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嫉恶如仇了？不会。所以你的心永远都是平静的。哦，佛家叫做清净。换言之，你没有清净的基础，你就达不到佛家讲的善的标准跟正的标准。所以佛家有一个事情就叫做八正道，对不对？哦，你没有八正道，你没办法入佛境界。哦，那在这些哦，都是一些佛家的术语。可是这些术语偏偏是我们生命的本然。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契入生命本然，我们很难理解这些术语。倒过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学习者，你没有渗透这些术语的理解，你很难契入生命的本然。如果你没有契入生命的本然，那么你就永远活在我们也许诸位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这些苦空无常啊，对不对？哦，我们是不是苦空无常，对不对？你们世间常常在互动啊，一发生个什么事啊，无常啊，哦都无常啊，对不对？哎，无常。那这是世尊49年行教的初阶，告诉我们众生苦空无常。所以他又告诉我们的四谛法苦集灭道，对不对？哦，苦集灭道告诉我们什么？哦，因果理路，我们第一个字理解到苦，大家能接受，对不对？哦，世间人苦不苦啊？你们刚刚一定哦，已经被应该叫刚刚已经帮我背书了嘛？因为刚刚问卷大家没有一个对不对不烦恼的嘛？不烦恼等于苦嘛？对不对？所以告诉你们苦，你们可以认同，对不对？可是你可以认同苦、感知苦的这个领域哦，并没有入法界归本心哦。如果真的是苦集灭道哦，真的是苦，为什么你们常常有些人有缘于念心经，
他一直跟你重复一句话，叫做无苦集灭道，对不对？哦，那为什么又讲有苦集灭道？哦，苦是果，集是因。为什么苦呢？因为你收集了一堆烦恼，你收集了一堆你的贪嗔痴，你收集了一堆你的傲慢，你收集了一堆你的质疑。所以你在收集这个东西于你的生命运行当中，所以你的果报必然苦。我知道，所以集是因，苦是果。那我们众生听到这个道理，他会比较能够认同，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妄见认知就是有苦，对不对？有苦，哦，所以告诉你苦的原因就是集。那这时候呢，你才会往一个方向向往，就是那怎么灭苦啊？对不对？所以后面两个字出来了，叫做灭道，对不对？哦，灭道不是灭掉道哦，哦，一样，这都是因果理路的术语。灭是果，灭就是灭苦，灭苦叫集灭，集灭为常乐，对不对？哦，就是没有任何痛苦相对应的那个乐，我们世间的任何乐都有相对应的痛苦。哦，所以这一个乐又从何而来呢？从道来，哦，就是灭。是因，是果，道是因，对不对？那道是什么？哦，刚刚是不是讲了八正道了，对不对？哦，八圣道，那八圣道可以以小乘、大乘跟一乘，它的讲法都不一样。哦，这个暂时哦不必去琢磨它，总是让你了解哦，道可以理解成符合自然律，对不对？大自然法则，它没有善恶的分别，哦，它没有你我的差别。对不对？道是无情却有情，他没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执意哦。这个道，那你符合道的运行了哦。换言之，你收集了这个，刚前面收集苦因，要收集道之因，你的人生就灭苦就是乐。所以你真正的生命本来是什么？无苦集灭道的。所以那时候世尊在最后涅槃之前讲的《涅槃经》里面讲什么？常乐我净，对不对？哦，那我们世俗地法讲无常、苦空，对不对？哦，你看都是相对应哦。那他最后要灭度之前，他要跟所有的众生讲真实话了，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苦，苦从哪里来？苦从你的误解来。误解，你们常常哦听到一句话叫做妄见，对不对？哦，妄想。对不对？啊，卖个打妄想啊，那你不是拢安尼吗？哦，啊，常常听了几年了，哦，离执着分别妄想，对不对？离妄想分别执着，哦，从这边念，从那边念，哦，念得滚瓜烂熟，对不对？你还是在妄想于妄想分别执着，你还是在执着于执着分别妄想。你看，哦，那你怎么能够卸除这个呢？因为这都是你的误解，所以我们换一个白话文，叫做误解。换言之，你只要对你的生命不误解了，那么你就是常乐我净了。这个我不是我指那个我，这个我是自在主宰，是你增长生命，也就是刚讲你入法界了，你归本心了。哦，佛家另外一个名字叫自性清净圆明体，对不对？哦，又有另外一个名词，你们比较熟悉，小说、电影都看得到，叫如来，对不对？啊，如来呀，啊，哦，对不对？如来不是在讲外在那一个好，哦，佛像。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然，就像我刚跟你们讲的，哦，你们哦有一个自己叫做什么？没有烦恼，智慧显达。前面是不是讲了？哦，你们也有一个自己叫做现在这个样子的烦恼忧虑牵挂的，对不对？哦，这两个都是你自己，它只是一个转向而已。当你误解了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是掉落在那一个烦恼的你自己了。当你明白了整个宇宙人生真相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常乐我净那个我自己了，懂意思吗？哦，啊，所以我用一个例子比喻啊，你们昨天吃很多，哦，尤其女孩子，对不对？啊，今天那吃一点嘛，你要肥2公斤啦，对不对？哈，哦，哎，吃一点嘛，肥2公斤，哦，啊，今天你肥2公斤的你，行长的你是两个人吗？哦，是这个幻象是两个，可是你里面那个都是同一个，懂意思吗？哦，所以它只是你误解不误解的问题。所以要一个学法改变人生的命运，它的基础就必须要去增减，要去了解它。
所以我们这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一样，一模一样。当年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若远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私智自然证得。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一切众生，当然包括你我，对不对？这些阿狗、阿猫，包括这些空气。对这些水分子，通通是众生，众生者众缘和合而生成之意，对不对？哦，那一切众生既然皆有什么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所理解到、能想象跟能听闻的一切这一些贤圣，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全知全能，哦，全知全能，哦，你们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呐。哦，你如果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就不可能真实的得到没有烦恼的生命状态。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哦，你看他把关键点告诉我们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执着是辅助了，哦，加码了。妄想已经讲完了，妄想就是，但就是因为我们误解了生命，我们一直用误解的看待对待。哦，但以妄想之后，而不可证得，不能证得什么？我们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哦，他又告诉你方法，很简单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啊。既然是因为妄想执着造成的，那你就远离它就好了吧，对不对？哦，远离就是不要而已。你看，不要是最简单的，我们要一个东西是很难的呢，我们不要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的呢。比如说这个盘子不要，你就丢了就算了。对不对？你曾经看过这个盘子，你曾经看过，你好喜欢，你好想要，对不对？它到底哪里才有？很难，你得不到，对不对？哦，所以要比不要难。那既然他叫我们是不是要，而是不要，那不是很简单吗？所以，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若远离妄想执着，你就不要它，远离了我们的误解，对不对？那你就自然证得你的无私智、自然智，对不对？哦，你通通证得了，对不对？哦，那个就是你的本能嘛。哦，换言之，我们一切众生的本能都是圆满无瑕的。哦，所以，哦，今天小贤老师跟我们分享一整段，他的所有经历，无非这一些所有的恐惧、害怕跟遭难，通通是在我们依误解生命而有的兑现的生命现象。换言之，慢慢学法，也就是学一个明白而已。哦，把明白的生命状态去落实它，你自自然然就远离这一些无明了。所以你的命运，哦，当然就是你自己改变的，对不对？哦，那其实也是什么？你只是不要它而已。哦，不要它就回归了。哦，所以为什么老祖宗总是告诉我们舍得舍得，对不对？你能舍，舍是放下，得是什么？得无所得。哦，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对不对？啊，不可得。那为什么叫不可得、无所得？因为你本来就有的，你就无需再有一个概念，哦，说有得，有得才有所失，对不对？哦，所以根本无所得，因为你本来就是。哦，所以希望，诸位学员，如果有机缘，能够去花时间去探、深探，哦，深探这些生命的宗旨义理。当你探得越深，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人生本来就会浮现得越美好，而这也是你们诸位的本能，所以一定要有信心。今天就讲到这边喽。
阿悉那吽，萨那。悉那萨那。悉那萨那悉那萨那。所以是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一人。好、哦，我们当知道，汝若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由心造。所以心是造化主，你们善于哈、哦，你们应当善于掌握住你的心，哦，心能够导行。所以不要在末期枝节上哈、哦、去执着琢磨，而要在我们的核心上，哦，去调整，哦，调化，调化了核心，自自然然，你的现象也就转化了。所以那是你们生命，哦，改变，哦，契入至善圆满的一个着实真实，你们能够去达到的理路，哦啊，希望诸位，哦，能够在今天的仪会里面，哦，有所属于你们自己的领悟。感谢诸位喽。嗯，